地震，地理，出现。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有一些课是有调开，所以换来换去，这一部分也是轮到我和某人在讲。所以，看看到了以前啊，有的人会问说：“那我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有发生兴趣？就是我们整个台湾地位这个情形，为什么对这个发生兴趣？”其实我大学我读到了那个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后来。我妈妈从什么杂志，她看到一个广告啊，那个广告就说，那个时候在加州，她就有一个学校啊，她把整个学校搬到那个轮船上，然后他们就绕着地球跑这样，一边上课一边去玩这样，所以她说，哎，这个好像很有趣，啊，我看以后我觉得，哎，这个也不错，所以我就申请去那个我们叫做海上大学。我就申请去读那个海上大学，后来就我离开宾州大学，我就飞到加州，然后我们上那个船哈，然后我们要出发，我们先洛杉矶先往夏威夷走，我们要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就刚开始有我们那个冲击，因为那个船上。他所有的水手和那些人都是那个华人嘛，有讲华语的，有我们这个华语，有讲广东话的，有讲上海话的，有什么多，大概都是看懂中国字，但是中国字我们不会看，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讲，所以，第一天我们要离开洛杉矶，就马上就有这个文化上的冲突，我们学生紧急组织。这个白人就是会组织议会，这个博洋也说这个白人就是很会组织议会。我们学生第一天晚上就看事情不对，我们就组织议会，派代表跟那个船长讨论，我们今天不能离开洛杉矶的。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有人来上船的时候，那个最下面住的那个，他们叫 A 甲板，那个今天早上。是里面有大概六英寸的水积水，啊，今天到晚上的时候，你说要出航，那个有一尺半，明明我们船在漏水，啊，我们派学生代表说这个要先处理，啊，结果那个船长跟他的那些人员在负责这个船的所有人，他们讨论以后，他们回答我们就说。世界上没有一艘船不漏水的，
他说：“你们陆地的人哈、哦，你们不懂，世界上没有一艘船不漏水的，问题就是漏的多不多啊，对不对？那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用那个抛浦啊，对不对？如果没用那个抛浦，现在可能已经5-6英尺的水啊，他们才1尺半。哎呀，到了夏威夷再说啊。” 所以我们就出航，我们就这样。那因为有人他的房间在那个 A 甲板，啊，现在不能住啊。啊，那个学校就说，啊，你不会叫同学了一起住啊，你就叫别的房间，在别的楼层啊。然后后来，我有人就说，哎，不够，没地方住。他说，那好，那就开放那个。 顶楼的那个甲板就给大家睡，那个就是户外的，那所以顶楼的有没有？啊，平常不可以带毛毯或什么上去，但是他们就开放了。啊，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晚上就睡在哇那个天空啊，啊晚上聊天就在那里睡，因为天气很温暖，哇，好棒，真的非常棒。啊，就不能睡里面，就睡外面。然后早上大家都一大早起来，我们大概。 大概也是这里，就是差不多7点多吃早餐，然后会有课。但是我们就会很早起来，然后就开始打那个排球啊，什么游泳啊，做很多。所以哇，这个非常好。我们在那边，所以我们一起4个月啊，我们就绕各个地方。那等到我们绕到台湾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台湾。 我们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岛，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其实没有人知道，好像不是一个国家。啊，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啊，他在介绍这个，好像是一个谜题啊。啊，结果我海上大学我就有这个印象。他说台湾这个地方。 人或许很友善，但是，但是这个地方到底他的政治地位还是法理地位不是很清楚。本来美国有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后来不承认，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的地位这个是一团谜，他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来到台湾，然后住了几天，然后就走了。然后你看我回到。 回到美国，然后我在完成2年大学，我毕业，然后后来我做了1年事，因为我对那个中国话就发生一些兴趣，就回到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这样，大三大四，啊后来老师就说那个时候如果要学的话，大概最好的就是去台湾学，因为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 他还是还没有开放，那个，所以我就来到台湾，然后这里开始，然后怎么样子？后来我来了几年以后，美国跟这个中华民国断交，啊，马上有出现这个问题，哎，到底台湾是什么？啊，我就想回我海上大学说啊，什么？这个问题人家还在问，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一定有人算出来了吗？ 没有啊，他说像台湾这个地位是什么搞不清，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啊，我住在台湾又住了好多年，又结婚了，又开补习班，又做什么？然后后来到了全随便这个被选总统以后，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妇女团体。他说现在我们台湾人只做这个总统。 我想把这个台湾地位把它理清，啊，我接触到一些妇女团体。我说那台湾地位到底是什么？他说没有人知道，不知道他的地位是。我说那你们有研究？他说有，我们研究很多资料，我们大概就是要走上台独的种族。我说那你资料你给我看看，所以给我看很多很多他的资料。但是我一看到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是日本放弃，但是没有说给谁。我就说，哎，这个国际上这个
条约是最高的，他的地位最高的，啊，没有给你就是没有给你，你这个很难说得过去。你要主张，就说你要主张这个土地是你的，这个就很难很难，所以你一定会碰到壁。那实际上你看，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关心这个政治问题，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结果。 台独也是越走路越窄，因为实际上他要主张独立的话，那你说你申请联合国，你申请联合国的先决条件是你已经独立，但是问题是，你必须有领土，而领土的所有权在你手中吗？证据在哪里？你没有那个证据啊。所以这个问题联合国。 我想联合国的秘书长就是说，哎，我们人手也不够啊，我们也联合国经济也很拮据，因为很多国家没有交会费，所以你要进来最好你附上你所有的条件，对不对？那你说台湾，阿扁是说台湾，那台湾好了，台湾叫什么？台湾共和国吗？那你身份证有没有英文？ 你有没有台湾共和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整套的一个法律，或是你可以翻译一些那个相关？有这个东西吗？在我的了解是没有这个东西啊。更何况你没有一个国际条约，因为台湾以前变成一个领土的割让，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领土的割让，这个跟所谓的中国。 我们所谓的中国大陆，这是绝然不同的。中国大陆或是这个今天说的中国，它从来不是一个领土割让，它一直都是从有历史记载以来，还有历史记载以前，它一直都是属于中国的。所以这个我们，你说那何先生中国的所有权状在哪里？那这种从。 有历史记载以前一直在这里，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时效原则，这个就叫时效原则，它一直就是在那里，所以没有别人在争它那个领土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是它的国际法上是这样。但是台湾已经变成一个领土割让，一旦变成一个领土割让，那就割来割去，你必须有个过户的手续嘛，就像你自己的，你自己，你说。 上面那座山是你的，那你要能够有一些文件啊，你要能够有一些证明啊，没有那个证明，那你怎么在国际上，有利的主张呢？是你的，所以这个都很困难。啊，更何况阿扁要主张什么台湾共和国，那其实你这里的外交部，他所有建交的文件就是用中华民国，他没有用台湾。 也没有用台湾共和国、台湾民主国什么都没有在用，所以你说台湾有外交关系，这句话本身不能成立啊！啊，我到今天为止我都很纳闷，为什么那么多台湾人，包括这个昨天报纸登那个黄华又成立一个新的什么台湾民主党，我们跟黄华也很熟。 为什么这些人就听不懂说台湾不符合国家的认定？他们始终听不懂。他说我有人口，我说你没有人口，你没有人口，现在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看，他有写台湾的吗？他没有，你怎么能主张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个行不通，国际哦。我敢说，我国际的逻辑比你强哎，我可以站在联合国的立场啊，我可以看你这个事情。 我敢说，这个在联合国、在纽约那些人的思考逻辑里面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我说不定我对很多事情比较笨，但是这个国际的逻辑我是懂一些。那你又说你领土，你说我在这里说这个领土是我的，就是完全没有法律知识的一种说法。我在这里说这个领土是我的，那 maybe 你是霸占嘛？ 美国的那个美国的历史就是很多人去跑到某一个地方就说这个领土是我的，但是后来就被后面的人赶走哎，为什么？那提不出一个什么证件嘛 ，OK？
那你外交关系更何况，你也没有办法附上去一个文件说，我跟这些国家建交是用台湾的这个名义，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台湾 Republic of Taiwan， People's Republic of Taiwan， 随便你叫的什么名字，你都没有办法提出那个证据，怎么可能进入联合国？但是这个话普遍你在社会上。 我们解决到联合国那个出勤会，我跟林志升，我们有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说，怎么可能呢？你没有那些东西，他们也不太听我们的，他们不太听我们的逻辑。好像他的观念是说，我要怎么称呼我的国家是我的事，我好啊，可以啊，但到底你的称呼是用哪一个，你要先确定啊。 而不是谈这个事情用这个称呼，那个事情用这个称呼不可以耶，对不对？你确定我的国家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的北方北部那边叫 Canada， 它不是碰到什么事情就不同的名称，它就是这个名称啊，所以它按照这个历史种种，它可以证明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它确实用这个名字做外交关系。 他有政府也是用这个名字去运作，这个就是你已经是成立了，所以我告诉你，阿扁不是要进入联合国，前面他不是，他是等联合国给他一个回文，就是说好，钱水扁先生，好是这样，我收到你申请案，那目前你缺乏这几样，你这些补过来的时候，我们就。 把你申请案送到大会，第一，这个领土的所有权你要列出来了，就是谁给谁。当然，这个台湾，来你以前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说，事后那个1952年8月5号，台湾或是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这里跟日本有个条约嘛。 他就说，那时候就2兆，那时候有2兆，所以那个日本放弃，当然台湾是那1兆，所以台湾就接受嘛，所以这个就是证据嘛。但是你看那个条约，那个条约不是这样写啊，那个条约写得很清楚，日本已经放弃台湾自然9.13和平条约，那是4月28号，所以到8月5号，日本没有办法再处分这个领土了。 但是据我了解，台湾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还在讲这样的论述，就说因为那个台北条约是有2兆，所以一方放弃，一方接受，所以台湾领土是属于中华民国的。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不知道学生你有没有习惯去看原文，我们在美国都是非常习惯回头去看一些原文的。哎，老师第几条没有？哎，老师第二条都已经说。 不是台北条约放弃台湾的2.13和平条约，所以既然他已经放弃，怎么可能再处分了？老师，你讲错了，对不起啊，对不对？我们在美国会这样子。OK， 领土没有了，那他们就说台北第10条，台北条约第10条，是说这个台湾的人民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啊，那。 有个独派大佬叫黄兆堂，他有去研究这条，因为你可能记得前几年马政府一直在讲，台北条约第10条就是已经证明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因为他承认这里的人是中华民国国民。那黄兆堂早年很久以前40年前他就调阅那个日本国会的那个记录，在讨论。 台北条约的时候，当天在讨论第10条的时候，他们那个委员都说得很清楚，台湾的那个领土所有权是未确定的，没有定案的。我们只是为了这个台湾人的方便，他以前是我们日本国民，他跟日本有友好关系。如果我不这样子给他，一个身份的认定啊，那他们连来日本旅行就没办法。 所以他们写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记录，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的是所有权未定啊，但是他这个为了方便措施啊，
他就视同中华民国国民，让这些人有必要所可以去日本旅行，就这样而已。所以叫你说这些人按照台北条约1952年8月5号，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然后你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领土、人口、你的地方，还有你外交关系，大致上我们大概有谈这些。但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用西方人的角度啊下去看，但是很多人，在台湾住了十几二十年，他们这个就看不到，很奇怪，阿扁也是看不到，他就认为他符合进入联合国的那个。我参加很多会，又说我们参加很多会，我们参加很多，反正我告诉你。 我跟这个林志升，我跑了5、6年，然后我们跑各种会、各种场合，跟他们谈什么东西。有时候我听到什么，我就跟他讲：哎，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讲，如果他真的要有手上台独有几个步骤啊，我应该先确定这个，所以他应该呼吁这样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林志升说：哎呀，你讲的他们听不进去。 不一定，那个啊，他们有时候讲一大堆，他要走这个一样。他说他要走台独的路线，但是他没有分析困难在哪里呀、啊。他就一直讲说，哦，我台湾受到打压，受到什么打压？我打压不是打压的问题，是你成绩，你的基本条件不够啊，这不是这个不是打压的问题，对不对？ 我要打篮球队啊，我根本不就投不进去啊！我就说，因为那个潘同学他打得很好，哎，他不喜欢我，所以我受到他的打压，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篮球队，这个不通嘛！我自己本身条件不够嘛，所以我一直在怪别人，这样不对，这样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 我常年来，我留意这个问题，啊，我来台湾了，我投入这个读书了，我去，师范大学国语中心读了，然后我读很多，我换很多，那个有那个华语补习班嘛，台北很多，就是教外国人华语，我每一个都去，我每一个都去，我都读了好几年，然后。 就慢慢研究这个，然后后来就没事，都是回到这个台湾这个地位问题。我说，哎，有人算出来了没？啊，没有哎，怎么还没算？啊，到那个2000年阿扁就是上任的时候，我说，哎，那你这个妇女团体，你算出来了没有？没有，但是觉得好像应该独立才对啊。我说好像条件不够，那到底那我们未来要独立？那我说你未来要独立，但是我告诉你，我。 我的故事，我喜欢讲的故事就是这样。我现在我把你叫过来，然后我用那个白布给你眼镜蒙住，然后我现在给你上直升机，我带你到南部一个很大的草原，我给你放下来，啊，直升机飞走了。我现在你站在这里，我叫你转几圈，然后我眼镜打开，我就问你一句话。 往屏东走哪一个方向？你一定答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哪儿，所以这个道理都很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现在位置，你没有办法谈未来的方向。啊，我常常跟这个台独团体也讲这个，我说你要走台独，那你今天的位置是什么？没有人说得出来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所有的，就算报纸上你看他的名字，常常出现，什么台独大佬，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我们说你今天的地位是什么？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退堂，你没有资格谈台独。当然，我这样讲，他们很高兴，他们反过来请我退堂。对，就是这样，因为他不喜欢我，就是一间见血。 告诉他们说你这个行不通，所以我们算得出来，今天台湾是什么
是我们知道，就算要走哪一个方向，就知道哪条路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团体跟别的团体不一样。今天很清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位是什么？台湾本身的国际法律地位是什么？我们很清楚。我敢说，其他的团体都不清楚，包括什么吕秀莲那些都有做过好多年总统。 包括在什么哈佛读什么法律系的什么研究所，他们完全不知道。OK， 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我早年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后来我用那个 email， 我开始寻求一些那个，有一次不知道，我现在忘了是经过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我联络上美国的一个军官，他也不太名字或什么，但是他就跟我讲，我说像台湾这个形势，日本放弃了，没有说给谁，那这也要怎么解释？他马上就回答说，血是主要占领全国，他就这样回答。他说那个条约我没有看，但是血是主要占领全国。我发觉那个军人的思考完全不一样。 在台湾没有人谈这个，没有人谈到占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学占领，啊，我就把美国历史、美国墨西哥战争的那个占领的情形，那去哪里学这个？你就是我们高中老师所你要学很多历史，什么很详尽的那种分析，你就是叫大法官的判决，它里面写的很详尽。 所以就是有关美国墨西哥战争后占领的问题，涉及到法律问题，然后叫那个相关判决，哇，他写的很详细。所以昨天林博士有讲，有一个判决， 1853年 Cross versus Harrison， 他讲加利福尼亚的占领情形，讲得很清楚。在那个时候也有美国，因为美国是侵略墨西哥到很南边嘛。 啊，那边也本来有一个争执，就是他们占领的那个港口，到底算不算美国领土？有美国的进口商主张美国占领那是美国领土，所以东西从那边进口免税嘛。啊，有那个美国的税务官也说那是墨西哥那个要课税，那个案子也闹到了最高法院。啊，它里面。 有关占领的法理也讲得很详细，包括人民的效忠问题，包括你那个所有权问题，包括什么什么什么。那再过了50年，美国墨西哥战争，那也是产生那个税务问题。到底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以后，他还没有民政府，他还没有一个民政府，啊，他的法理地位是什么？ 然后他的税务的事情要跟美国怎么配合？到底是属于外国，是属于本国的，是属于什么？啊，美国有那个司法判决，所以我大概我会看那个原文，就看了一塔那个司法原文，那个就会学到很多东西。那个是我们高中老师也是告诉我们。 要了解那个圣奥的法理，就看司法判决。我们高中老师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有一年的课程，都是在谈美国宪法的课程，然后从最高法院的判决去看看他们的思考模式。所以我大概这样下去，啊，这样下去我就可以看清楚那占领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就下去，啊，那个美国军官说。 主要占领全国是谁？啊，你就看旧金山合约，他写的很清楚，美国，对，那就美国的管辖。还有琉球是给美国管，战后美国管。旧金山合约第4条 B， 那第4条 B 也是台湾，所以照样就是美国管的一个地方。啊啊，他要管的积极到什么程度？随便他了。 在琉球，他是很积极在管，在这里他是好像委任蒋介石去管，然后他不太日常生活，他不太干涉。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翻出来说，其实
你这样美国这样做，你是对不起台湾人，对不对？你应该更积极的跟我们配合，不然我们有权利成立民政府。这个就像美国战后的那个西班牙战后的古巴一样，古巴也是这样。西班牙放弃没有说给谁，美国占领这个地方啊，西班牙放弃在和平条约，和平条约是1899年4月11号生效 ，OK。 他没有说给谁，啊，谁在管你？美国在管你？为什么？这个法理，这个法理在哪？这个都是回到占领法的法理。那你就学到一般这个学者，一般学者他有没有去研究这个占领法？啊，占领法属于所谓国际战争法的一部分，一般学者有没有学这个 ？Zero。 完全没有学，完全没有学。所以这个也是我开始跟林博士在接触的时候，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懂台湾地位？因为你没有学过占领法，你没有学过战争法，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对。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你就很容易看。所以后来我读了他去读很多东西，后来他就懂了。所以我就。 就开始推广这个理念，但是每一个团体，说是要为台湾好，但是实际上，好像每一个团体更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募款多少？我们办了多少个餐会？我们印了多少手册？我们派了多少飞机去纽约？ 去联合国广场，去游行抗议，这些没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很关心。实际上，要解决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个在台湾任何团体很容易变成一个叫做实惠，大家碰面就是为了吃的，所有的团体都会走上街。 我观察了10年20年，所有的团体都是做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团体，我们就已经开始，已经不要这个模式。所以现在我们去哪里？像前几个礼拜我们去高雄，我们就跟高雄说，我们是便当，对不对？也就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不然我们吃便当，不要吃什么。 多少菜，多少汤，什么那些我们不要，最简单的，现在的便当也不错，对不对？但是不要那个豪华餐了，因为到了后来，大家都是为了豪华餐而聚会，而不是为了谈议题跟推动议题。所以现在很多，我告诉你，很多台独团体都是全部都走上豪华餐的那个方式，那这样就本质就全部变掉。 所以这样子，这样也是你观察你的方式。你看他们是不是重视议题还是重视吃的？我觉得那个浪费很多时间，又浪费很多金钱。所以我们不走那条路，我们是比较重视议题啊，推广我们的法理或什么。就像在这里，我们是一个简单的自助餐，但是也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这就不是什么豪华的，是什么豪华？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路走来的一个发展出来的方式。啊，本来我们在跟很多别的团体也有参加他们的，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发觉很多的团体他就没有办法去拥抱这样一个团体。我不知道为什么，像台中有个团体。 我不必说名字，但是他也是很支持台湾走自己的路。然后他有一个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台湾人拜台湾神，他比较多神论的那种。然后他也常常举办很多演讲，我们也去讲了很多次，但是他始终没有说，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就变成。 大家如果了解以后，我们就是要表态，对不对？那你
你请我们去演讲啊！如果你支持这个，那你其他的人就不要请了，因为其他人讲错了，有什么用嘛？所以你这个礼拜请我们，你下个礼拜请吕秀莲，你下下个礼拜请姚嘉文，你又请谁？又请谁？这些把听众的脑子都搞砸了，对不对？所以这方面我思考还是比较基督教式，既然你只有一个，他们说多讨论。 多有一些，但是问题是那些人的论述都错了，不需要跟他们讨论。我们讲到这里，很多团体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跟他合作。所以后来就成立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主要95%就是我们就谈我们的论述。那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外宾，他会谈一些不同派系的论述，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做一个交易。 我们跟他互相交换意见，没有，因为我同时我们也让他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让他能充分了解，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像前几个礼拜有什么黄月水那个要说女的要竞选总统，他也在讲他的台独论总统，我们也请他讲，他留了很多联署单，如果大家要。 做笔记或什么可能会借来用，所以这个我们是希望跟他们做朋友，因为我们想 maybe 他们走到某一个程度，如果说他发觉这样走不下去，他总是可以回来跟我们做朋友吧，啊 maybe 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创那个未来，这个是我们就是伸出一个友谊之手，对吧？当然有人是很激烈的反对我们。 也有这种很激烈反对我们台团体，所以我们也不必请他们去讲，反正他也不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路走来，就是在这样慢慢发展，慢慢发展。那后来刚好有这个会馆，有这个会馆，他那个时候没有在使用，所以我们就谈谈，慢慢我们把很多活动都集中到这里来嘛。啊，这样也变成说，反正你要在台湾，你要在台北。 什么地方你要开这样的会，你又要有住宿种种，这个比较困难嘛。那确实我们来这里，还有我们的人员，我们的高层都来这里。我们下课后，我们也进行讨论，然后我们又开一些决策会议，然后早上也开，下午也开，晚上啊，有时候礼拜天大家走了，我们几个重要的人留下来继续讨论。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的沟通也。 也很重要。我今天早上已经有几个约嘛，我个别跟一些我们的官员，下个礼拜我会礼拜几跟他在那一碰面，礼拜几跟他，我们会继续讨论某些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们联络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概是我们运用和发挥这个地方知道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现在可能林博士也讲到，我们要前面要。 放那个比较高的那个旗杆，然后我们要挂几个旗子上去。OK， 所以另外一派比较反对我们，是有一派像那个什么台联党，他比较反对我们，他们就是想，他说哎呀，台湾人自己管自己，不需要外来的那个。 外来的人来管我们，啊，我就问我太太，我说像这个说法，或许也有它的合理性。我说这样你要怎么回答？我太太说，你还是用苍蝇理论来给他反驳。我说哪一个是苍蝇理论？他说你不记得吗？你讲过了嘛。这个苍蝇就是说他。 他刚好飞到一个玻璃屋里面，但是他不懂，所以他就在这里，他觉得我要去，我要到大自然里面去，所以我就飞过去，砰！哎，奇怪，怎么会我飞不出去呢？啊，我就飞东飞西砰，撞到，那怎么办呢？想一想，哎，加倍努力，加倍努力就是把自己撞死，所以有的地方。 就像林博士也不是讲，有的团体就像李登岁说，哦，我们要团结，
我们要加力量，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很多年前在台大的一个会馆听林登辉演讲，我那时候跟林子生说：“哎，要不要跟他讲？加面有力没有用，团结没有用，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他说：“哎，不要讲，不给面子，这样不好。”所以，你这些大人物反而他不愿意听真话了。 他就是要活在他的光环里面，他不愿意听真话，他就想怎么作死。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屋，你飞不出去，啊，那个玻璃屋是谁射的？美国射的，你飞不出去，你看不到，啊，你每次要做什么？跨过铁条线，国际社会，啪就打回来，不行。台湾有什么事情都管自己，但是像阿扁说，哎，我要确定我这个领土。 对不对？本来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它是整个中国的这个大宪法。那阿扁又说出那个决策，那干脆我现在要在国际社会土土天国的问题大概是我宪法不行嘛，我宪法是太跟事实不符，我就把宪法改了嘛。我力主推定台澎金马，他这样一下去就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推动这个事情，美国马上说 no。 所以你的玻璃屋在不在吗？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你自己可以不管美国怎么说，美国说你不管，我有办法惩罚你，你做做看。所以这个游戏规则是写在这，啊，你都不会看，很多人不会看。就像那个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说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你每一次要做什么，美国说 no 就 stop。 为什么？就算你要把独立规定为台澎金马都不行，为什么会台澎不是你的？不是你可以通过一个表决案就说台澎是我的，也美国也不会允许你做。阿扁在最后那一年，他好像说什么要宣布独立什么的，他有一段时间那样子。啊，结果那个在台协会的那个就去跟他讲，林志升有听到。 林志升有美国的那个内部消息，他说你宣布独立，我2个小时以内我的军队就叫左营去了，你宣布什么独立，就跟他讲，他不敢动，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连到今天为止，马英九还在讲很多话，但是林志升告诉我们 ，CCK 在台中全部是美军，什么嘉善机场也都是美军。 什么雷山，有个雷达站，也都是美军。那马英九就下令给那个媒体说，这个不准报道，为了什么？为了他会维持他的主权独立国家的这个梦想。我觉得很不好。我很怀疑美国的报纸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对待。我要报道，我就报道。我有新闻自由，但台湾的报纸就不敢。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你作为学生，你也要看清楚。所以我常常跟那个学员讲，就是说，你判断一些事情，尤其像台湾的地位，你谈什么事情，你谈谁提出来的理论，种种对台湾的理论上，你有2个判断的依据。第一，他讲的这个道理是，国际法。 他讲的是国际法，就是有条文的，像日内瓦公约怎么规定 ？OK， 这是条文，或是国际法的这些水准，那个国际法的书怎么写？他这个有条文可循。第二个是惯例 ，OK， 第二个是惯例，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分析差不多所有的事情。OK， 所以有些国。 我知道在网络上，我们在谈台湾地位的时候，不管我参加英文的讨论区，或是参加中文的讨论区，都被攻击得很厉害，都被攻击很厉害。我们也都是匿名的，对不对？那个讨论区都是用匿名的，里面就说没有台澎没有过户给中华民国，他说哦，他们早期就废除马关条约，台湾早已经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OK， 好。 你这个主张，第一，国际法有这条吗？没有，是哪一个条文说
你单方面可以废除一个条约，真可笑！那我欠银行的钱，我明天宣布废除，可以吗？笑话！你这个有知识，你说有知识的人还讲这种完全幼稚园的学生都不会被骗的这种，真是 idiot， 对不对 ？OK， 但是先不讲，好，那没有关系，我们先不谈。 你国际法的书你没有看，好，你告诉我国际惯例，你说因为日本对清朝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无效。好，你这个理论你告诉我国际上有哪几个例子，因为这种行为所以条约被宣布无效。你告诉我 ，I'm listening， 我在听，我可不可以快一点？没有，对不对？那这整套理论是废话连篇，你不能主张。 因为你只有两个主张的标准，一个是有那个法理依据，一个是国际惯例啊。OK， 他们讲很多东西，又没有法理依据，又没有国际惯例。我连战在做副总统的时候，他说台北条约两兆啊，日本放弃台湾，我们是对方，当然我们收了。哦，虽然没有写，但是道理是这样。 那好，你告诉我国际上有哪几个惯例是这样？你举三五个例子让我了解，有这样的解释方法，你举不出来，那你这个是也是不能成立，完全不能成立。所以他们将所有的话都是自己在捏造，捏造道理的全部不能成为什么。那将来我们民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也会收到。 国际间的压力，对不对？很多人会说：“哦，你这样不对。哦，本来台湾就是一定属于中国的，因为什么什么理由？”还有开罗宣言，对不对？那开罗宣言一样嘛。你告诉我哪一个新闻公报有造成国际社会承认哪一块领土变成别的国家？你告诉我有哪几个例子嘛？你讲嘛。你必须形成一个惯例。 没有，是不是？好，那这一套不能成立。哦，他不要听我的，好好好，你不要听，好，可以。那你跟我讲，开罗宣言、 Potsdam 宣言、马关条约作废，还有什么？还有台北条约第十条，还有什么什么？反正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中华民国有台澎这个领土。那我将来。 我们受到这种来自全世界的这种压力，我们要怎么说？说我要很礼貌，对不对？我自己本身我看过很多这个分析，我认为这些不能构成台澎过后给中华民国。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主张，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请最好的律师团，你赶快搞。 赶快告！我大概不是你争论的对手啊，因为你的学问比我多，你的学问比我高，你赶快请律师团赶快告，叫你适当的法院、适当的角度赶快告，不需要这样跟我争论下去。在我看起来，台湾绝对不属于中华民国。 你有不透明意见？你是什么国际很大的团体？你有什么代表多少人？你赶快去做你的主张。嗯，谢谢。哎，我就很客气，我个人很客气，说不定会接触到新闻界的访问，说不定会有媒体，说不定会有广播电台，说不定会有电视台。我大概就是这样回答。So, go ahead, do it.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对不对？ 1972年上海公报的时候，很多人认为 Nixon 已经是好像承认中国讲的那一套，好像台湾属于他们的。那其实他不是这样说，他是这个英文才清楚，中文就翻译成中文不太清楚，因为你们没有那种讲话的方式。美国有各种讲话的方式，是很。 你抓不住他到底要讲什么，对不对？
就像你问我说，哎，我听说你今天中午跟那个明星玛丽在哪里吃饭，时间里有这样吗？我很可能回答说，没有，没有这回事啊。哦，那好，那我信任你，那走掉。对，我自己才想，我跟他吃的不是饭，我吃的是面。每个人可能就在这个关键上，就是在争。 对，你问我饭，我没有跟他吃饭，我真的是没有。偶尔跟那个啊，你昨天晚上跟那个某某演员某某那个漂亮的女星，是不是去看电影还是怎么样？没有，完全没有，我会发誓没有，对不对？我们是到咖啡馆去喝咖啡3个小时，没有去看电影。对。 我当然后面不会讲，但是就是说什么是 yes， 什么是 no， 我会看得很详细，到底他讲的是什么。OK， 所以那个《上海公报》这个比较正确的那个，把那个英文翻成中文是那个美国认知到，认知不是认识，也不是承认，是认知到两岸的中国人说台湾是属于中国。 我们没有对这个没有争议，这个话是很诡计的。你们两个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但是我们对没有争议，那没有争议，我现在不想争啊，并不是表示10年后我不要争，也不是表示2年后我不要争啊。你们两个有这个意见，并不是表示那是我意见 ，no， 所以你这个话不是一般人看的说。 一般人看那个《上海公报》，他说：“哎，美国已经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了。”我作为美国人，我可以告诉你，100%，你们不会看，你们不会看那个英文，那种写法就知道里面就有玄机，他那种写法。所以将来一定会有人把这个拿出来。哦，美国已经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没有在网上这个地方可以争到免。 缅黄博士出了哦，争到整个那个讨论的那个班主啊，就给你关掉了，因为谈得太激烈，有没有？不是每一个人就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跟你现在争论过什么马关条约也不可能废除。哦，讲到哦，他实在是非常的生气。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人家可以单面废除一个条约，世界会。 世界的秩序就全部没有了，那墨西哥不是就会来说，我哥让加利福尼亚给你，我废除加利福尼亚回答给我，你说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不过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国民党，60年洗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应该拍拍手，他们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做很多宣传。 他们是非常，所以每一个人不以为然的。我去以前，我太太有个同事在东吴大学，有个同事就在宜兰。啊，我们去他那边，啊，他妈妈也是年纪很大，那个同事，你看我跟我太太都已经不是九六十，那个同事的妈妈，那个同事了不起，50几岁，他妈妈要几岁？70、80岁。啊，我们就问他，就说哎。 你一来这里有没有被轰炸？他说有啊，小树有啊，那是谁轰炸的？他妈妈就说，好像是日本人吧。他妈妈以为日本人是轰炸台湾，他忘记那个时候台湾是属于日本的，因为一直在政府一直在喊8年抗战，8年抗战，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我太太去日本留学，那个日本同学就说抗什么战？你什么时候抗战？没有抗战，日本话没有抗战这两个字没有。如果要讲什么叫做逃啊，蒋介石都在逃，随时在逃，但没有在抗什么战。日本人不承认抗什么战，这个又是一个写在捏造历史，对不对？写在创造历史，这个也是，而且。 抗战的结束，对不起，2个原子弹，不是中华民国的什么成绩啊。
是两个原子弹，其实那个结束的太快，大家手忙脚乱，怎么办？结束的太快，不知道很多人手很多布置都没有排好，已经是那个日本人要回去了，种种，那个结束的太快，就是那两颗原子弹。所以有的人把中华民国称作什么失败的英方啊，他在英方里面，但是他的表现最差了，所以他是失败者。但是刚好他是跟美国在一起，但刚好美国发明那个新的那个原子弹啊，这个都是一些巧合，他才把它丢下去了，而就刚好发生效果没有故障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巧合，有很多幸运的东西。啊，刚好日本这个时候就愿意投降，所以就结束了。连日本人都不太相信他会投降，所以在海外很多那个日本人还不是逃到深山里面去，他不愿意承认日本的投降，他不相信。OK， 所以过去这个历史错综复杂，我也希望我是给台湾人可能比较有能力，未来整理出一套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这个有关美日太平洋战争，或是有关什么什么 ，maybe 台湾人有办法去。如果台湾给中国拿走了，那以后这个所有的历史就变成他的版本，那他的版本都是捏造的。因为我以前看过什么电视的什么，他们在说这个中国，就是比如说中共在开始这个。建立国家的时候，他有时候他的人员会跑到某一个都市，那就有传说一个故事，比如说这个王某某、这个林某某这几个人跑到这个都市，然后后来碰到一些跟他们比较立场一样的啊，大家都开始把这个共产主义推广出去啊，什么什么什么，啊，经过30年、40年，这个故事已经传得多大，你知道吗？他把这个拍成影片。已经变成那两个人跑到都市，10万个人来怀你，有没有？那当初根本不是这样子，当初可能街上3、5个人在怀你而已，所以他们捏造历史是专家了。哦，他们把那个写到课本里面去了。他们都是不会脸红，在说谎的。所以美国有个笑话，有一个人去中国，他要做生意啊。后来他想，哎，我做生意前，我先要了解这些人什么时候说真的，什么时候说假的，什么时候我怎么判断？英文是什么时候 telling the truth， 什么时候 lying？ 嗯，所以他研究很久，后来他有一个结论，那个中国人什么时候在 lying？ 他说，嘴唇在动的时候都是在 lying。那是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在 lying。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了。我太太就是，她在动物教那么久，她有一个学生也是从台湾，也早期十几年前，她的学生嫁到香港，然后香港后来就还给中国，对不对？然后她这个小姐在那边做生意，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也是做生意，跟他们来往，结果来了3、5个这个人来到台湾，不然他们因为赚很多钱，所以他们随时在吃豪华餐，就最高级的餐厅就吃那个餐。到后来我太太跟他们在一起在吃饭的时候，我太太说，哎，去中国去吃，我不知道人家，有的时候他讲话其实不是对的，他是在说谎，或是他讲的都不会兑现，或是怎么样。那个对方其中一个男的，就是最近这个不到2个月前，他就说你在怀疑那个中国人什么时候在说谎，是不是？我太太说对，我真的搞不清楚。他说全部是说谎，全部100%是说谎。他这样讲，最近2个月就这样，这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生意人，他说我们的香港里面是他们讲的话每一句都是说谎。所以现在那个中国的什么那个，就像那个公司提出来那个经营报告啊，或是国家的一些经济数字什么那些全部都是灌水的，全部不是真的。
我想，好像美国已经成立一个小组在专门在查他们那个东西，希望各位翻出来 ，maybe 可以国际间给他们什么制裁或什么，所以你看他们在差不多一年前好像有一个国际会议嘛，然后有几个记者问那个中国那个领导人啊，他就问他什么，他说像你人权问题。 啊，那个人一个人哦，接受访问了，他想回答说我们没有人权，他是这样回答，我们没有人权。问了，还问他有关报纸的审查制度什么，他说我们不审查报纸，我们报纸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在你眼前全部撒谎，也不会摘下眼帘，都不会红什么都不会，他全部可以撒谎。 他都不会摘下，所以这些人是完全不同类，他在考虑他的利益在哪里，他唯一考虑是他的利益在哪里，要说什么做朋友什么做什么 ，no， 他是考虑他的利益在哪里。那些来自香港人也是这样讲，他说他们全部是考虑利益，他不考虑别的。 你有利益，他就利用你到你的钱变成他口袋里面的，然后你已经没有好处，那就把你就要去找下一个目标。他说他们都是这样。啊，我太太说，啊，我不想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我太太就跟他讲说，我不要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他说，那你就不要跟中国有什么来往。我太太说，我就是打算这样，我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对不对？所以，其实有的人很多事情，你看表面，不是可以了解你的身体。你就是看表面。像以前有一个团体，我接触到一个团体，他们是全世界什么友谊团体，他就会跑到全世界，然后他会组织40几个人、50几个人，他会跑到公园找一些人，然后跟他们谈谈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之间。 我们要怎么样做更好的朋友？他们就会谈这样的话，有必要的时候请翻译来帮忙沟通。结果他说他全世界的做好多好多的朋友，他说世界和平在望，但是对不起，那个非常表面，那个不是世界和平。你跟我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什么都好谈，有利害关系才看得出。 事情谈判怎么样？跟中国吃吃喝喝，跟那个中文吃吃喝喝，当然很好。台湾也饿呀，我们跟那些一谈到钓鱼台，哦，就不一样哦。哎，明明是我的，哎，明明是我的，啊，明明是我的，啊，那这个时候什么和平啊？所以你必须能够在一起谈事情，有个解决的方案，要有解决的方案，是不是要共同遵守某些规则？ 啊，中国已经摆明他不遵守国际规则了，对啊，那就没有什么好谈，那只能用武力啊，只能用武力啊。啊，哪一天他踩过了红线，那就他自己是不是都是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想今天台湾的媒体，你知道，也都是被他们那个亲共派都是被。 都是被完全控制，所以在我们推动这个论述这几年来，常常林博士有得到消息，美国有几个航空母舰在那个台湾海峡，结果你台湾所有的报纸打开，没有人报道。那中国呢？他随便什么新型飞机试飞，哇，这里的头条新闻，台。 中国的军事发展是惊人的速度在往上，已经快超过美国了。他们就这样报纸给你这样，这些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你想想看，美国国庆的时候有没有把武器拿出来展览给大家看？哪一个国家没有实力？哪一个国家要展览他的武器？其实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他以为你把他看扁，所以他要给你看。美国有哦，你看我有几颗原子弹，他有出来展览吗？
不需要出来展览。而且你要知道那个美国人讲话是怎么讲话，你现在说哦中国进步太快，哦中国太厉害，啊美国人国防部摇着头说哇真的，我真的我们有一点危险啊，请国会议员多加预算。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多献预算。实际上他认为没有这么大的危险，他肯这样讲吗？他如果说哇我们完全有所有的能力，我们才不怕中国什么，那国会议员就说那既然你这么好，我们就预算就砍一些吧，而总是有别的部门需要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政治游戏是怎么玩的，他们讲什么话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个报纸天天给我们这个不公平的这个报道，都是太亲中的这个报道，所以台湾每一个人都被昏了头。哦，中国会怎么样？哦，中国会怎么样？你跟他们讲中国不会怎么样，他们不相信。啊，中国要怎么样？那台湾民政府来我们发身份证啊，美国承认，那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哎，怎么会有台湾民政府？怎么会有他有权利去发身份证？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这个事情必须出来，美国国务院是不是要说话？啊，中国说，哎，怎么可能这样子？那你要抱怨给谁？那你去联合国好了，联合国那打开旧金山和平条约，哎，他哎奇怪，台湾不是你的哦，原来不是你的，对不对？那你说台湾绝对是我的，那联合国的法务司就说，那你的文件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我不需要文件，那是你说的。那他出来他的文书就说，按照这些国际法的道理，美国这样做100%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中国的这个抗议是无理取闹，我们赢了，才不怕什么，对不对？你必须站在法理上，不是要站在情绪上。这个是过去很多人也是完全忽略的 point， 他就会讲说：“何先生，我有一个很好的论述，完了真的很吸引人。”我说：“不需要吸引人，就算不吸引人，在法理上站得住还是最有价值的。吸引人那是你自己主观的想法而已啊，啊，别人可不这样认为啊。哎，按照道理，台湾应该属于台湾人的，是这个所有权有好几层的。你买卖土地那是人民之间的一个交易，那是一回事。但是国家的主权是另外一种所有权，那不一样。人民碰不到那一层，你碰不到那一层。那照理说从那个占领法的道理来讲，人民土地房屋的买卖因为占领不受影响。当然蒋介石不遵守这一条，他是到处在并吞做那个不法的那个并吞的那个行为，这个是不好，这个以后也会算那个以后会厘清。但是基本上这个所有权就像报纸上他常常讲，究竟是自由时报最喜欢讲台湾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放弃没有说给谁，当然是属于台湾人民，这个话不是完全正确。我相信一般人会很容易误解，就是觉得哦，这个台湾人的土地，那我可以处分。但是明明在国际上，就像阿扁要处分，他要重新拟那个宪法，美国马上说 no， 你人民不能处分你自己的东西，那怎么算是你的？对不对？所以没有这么简单。道理在于，主权是一个政府，就像美国有路易斯安的领土，它是法国割让给美国，那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行为，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行为。路易斯安的领土，你就可以去看美国的历史书，1803年，它割让给美国以后，住在那块领土，如果不同意法国这样做，他可以怎么样？答案是什么？
他可以离开，没有你的意见。领土的割让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行为，不是人民可以左右的。所以这个是自由时报说，日本放弃台湾，当然就属于台湾人民所拥有。这个话是不太正确的。要主张那是你的，你要组织一个政府啊，那。 就说到民政府，民政府就是一个组织啊，对不对？你从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看不到哪一个政府应该在台湾，那当然就是当地人组织自己的民政府啊，这个才是法理上。而且这个有没有潜力可循？太多了，每一个领土当然都是这样的模式 ，Puerto Rico 关岛、菲律宾、古巴、琉球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模式。 这个是国际法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每一个都是这个模式，加利福尼亚也是一样，都是这个模式。所以我们为什么组织这个 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政府，对不对？也不是说，在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在这里，所以台湾属于他的。我刚刚不是讲二分法吗？好。 你提出几个例子，国际上军队在那里，领土经过割让，但更大一块说没有说到，但是军队在那里，所以国际社会承认那是他们的。你举几个例子看看，你一个例子都举不出来。波多黎各被美国政府，古巴被美国政府，它的和平条约有没有说清楚这个归属？ 他还是说波多黎各给美国，其实美国已经在啊。古巴他还是说西班牙放弃，这个没有说最后要给谁，但是美国占领了。OK， 那好，跟旧金山和平条约一样，跟这个模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先占领完了以后怎么样？古巴就成立民政府，美国对古巴是没有排斥。 古巴独立，美国总统没有反对古巴独立，所以占领几年就让古巴独立。但是美国目前他基于总统考量，他没有说台湾可以马上独立，这个必须慢慢沟通，这个要时间，而且要先把台湾搞清楚，谁是台湾人，谁不是台湾人，这个都要理清楚啊。你要有一个，因为这。 这个中国过来这里，他的这个认知跟本土台湾人认知差的太远，啊，为什么他们从别的地方跑过来流亡到这里，为什么他还有投票权？所以我们公民权利法是台湾人将来才有投票权，他们没有哎、欸，我在台湾35年，我有投票权没有啊？我在台湾35年，我有身份证吗？没有，没有，我们。 我们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待遇，但是我们还活着，就是这样。所以很多那个我是跟很多州长、很多那个中国人来台湾，他说、哦、我就是要有身份证 ，no， 不给他们身份证，不给他们公民权 ，no， 不需要。你要做什么？你有什么困难？你提出来。我要买 摩托车，他说没有身份证，不能买摩托车。 其实这个是假的，你告诉我哪一条法律说你没有身份证不买摩托车？这个是摩托车行不懂法律，在随便给你搪塞。啊，我要去闯电话，他说没有身份证不能闯电话，no， 没有这条法律。你去问他哪一条法律？外国人这方面就懂得争啊。我很多朋友他会跟电信局争，我也会，我说小姐，我不受你这个欺负啊。 有这条你马上给我看，没有给我看你马上给我办，我就这样，我说我不收你这个，我来了30多年我不收你这个侮辱，我就这样很严厉哦，对不对？他们随便讲，随便讲，我法治，法治有那个条文你拿出来，没有你好好给我办，所以这个当那个中国人来是那他也很客气。 他就不知道，他到处碰壁。实际上，他比西域
懂得主张一点自己的权利，因为将来他们就算那个那些中国人是最近五年十年有已经规划所谓中华民国，对不对？我们民政府开始发身份证，他是没有份，他是居民，不是公民，对不对？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在日据时代并不在这里，所以他还是回国，他还是变成居民。那居民其实反正我们刚开始七八年也没有选举，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会被监督。将来他如果某一年要升到公民，比如说六年后按照那个条文，如果他的行为不好，我们可以拒绝。那行为不好是什么？你有心抗议看看，我每一个名字、每一个照片我会写下来。你将来你想推翻政府是不是？好啊，那你赶快离开。我不跟，我可以把你出局出境，你不是这里人，对不对？所以你要玩，你玩玩看，对不对？这个也是公权力，这个也是占领法。我们在按照占领法，100%站得住脚。我们对国际社会任何批评都可以驳回去。我这里是占领地，我不允许移民，我没有移民，那必须非常审慎的那个政策才可以移民，占地没有移民。我非常审慎在处理这个人口的膨胀，因为必须自己人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怕，我们站在法理上，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法理来做，而别人要批评没有用，我们法理上站得住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将来，就是跟我们民政府也是跟别的团体走的不一样的路线，其他比较没有什么严谨的法理，他大部分都是情绪啊，他认为怎么用，那实际上你问他们有关一些国际法法理，我发觉他们也不懂，所以他们也不懂那怎么样去说服别人。那他说服的方式就是到美国去开一个宴会，大家吃吃喝喝，到台湾每一个地方开一个宴会，他们主要就是说的就是实惠，都会变成实惠。台湾所有的传统就是后来都是吃吃吃，因为台湾很多好吃的东西啊，那也很好啊。但是这样对你推动议题没有帮助，对你推动议题没有帮助。你要符合别人的那个规定和要求，你这样你才能推动你一个方式。所以同样的，中国不是说我不允许台湾独立，那我们民政府我们怎么回应？那好，我们你说的我没有独立啊，我们是美国海外领土，我也没有独立，你说你不允许台湾独立，我没有独立啊，我就是把中华民国塞进去而已啊，那我们也不属于中国，我们本来就不属于中国，对不对？那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们是符合你的道理。还有你说他们也有一句话在那个公报里面说必须尊重彼此领土的完整性，那我也没有侵犯你领土的完整性啊，台湾本来就不是你的，那美国加州是属于你的吗？也不是啊，那你也没有去试着并吞加州，我也没有去试着并吞福建啊，那我们彼此就可以和平相处，不是吗？你的观光客欢迎来台湾，我们会给他讲很多民族的课程，他回去可以做民族的小大使，因为你那边要民族化，你这个专制要逐渐的，要那个人民要有一些投票权，种种，你那个专制不符合世界桥梁，所以欢迎你观光客多多来，我们会给他教育，他回去可以给你社会有个适当的改造，到时候最有冲击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的，最有冲击的是他们，所以世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改变。OK， 所以今天我
随便讲到一点这个道理，给大家做个参考。那有其他的问题，你们随时再跟我们这个老师来讨论。好，谢谢各位。起立。李正，这里。各位同学，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请坐下。下一节课哈、就是我的课啊、但是呢，我听很多那个老师啊，跟我讲说，你们都有一天呐、都坐在这个地方，已经很辛苦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所以我准备播出20分钟的时间，好，2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到外面去走一走，刚好现在这个太阳已经暖下来了，可以大家到外面去走一走，也可以要去到山上去给他走一下。最后到6点的时候，请到那个就在那个停车场的广场那个地方啊，我带各位来做一个操，做操，简单的做个操这样的。这里那剩下的时间呢，我5点还是6点？6点是8点嘛？那现在4点半。现在十分钟是他们的时间呢、然后就是是5点，谢谢。20分钟交5点，不是我们那个现在是4点嘛，现在4:40。那么到6点的时候，请到。5点。那个潘总教练，他是我们国家级的空手道教练。到5点十分的时候，在那个广场。那个广场，然后做个操，然后再上来。到后面走到那个山上，我们路都铺好了，避免不好。好，欢迎来，你们免费一趟可以来这个地方露营，住在这里都免费。5点20在楼下。请各位，那就这个到10分钟啊，到5点10分以前大家去走一走，